川菜带动了四川特色产业的发展，让川菜走向世界。十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它从一个球星球衣到已经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广泛的接受。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味型方面的话，其实川菜在整个全中国的地方都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多样性的辣的味型和细化的需求。这个其实我们的企业都应该捕捉到，并且为它做一些菜品创新和服务体验的创新。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分享给大家，然后能和大家一起去更好的满足食客需求的角度。在创意菜中，过去的一些创意菜可能只求好看，啊，只求器皿漂亮，但是真正吃到里面的内涵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一届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做的还是，是吧？这个要里子有里子，要面子有面子，要质感有质感，要味道有味道，而且在造型上还是有所突破，啊，所以看到我们这个川菜的比赛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